佛称赞也。这就是中国佛教古大德所说的，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生。啊，互相赞叹比什么都重要。在整个宇宙里头，变法界虚空界里面，若要佛法心，那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啊，互相赞叹当中，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把自己教化范围之内的一些很难度的众生怎么办呢？通通劝他们念佛到极乐世界去，见了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所以这些难度往往成佛比那个好度的快不下，不知道快多少倍。这是事实啊。啊，祝福赞叹，这个祝福里头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其中啊。释迦牟尼佛要不赞叹阿弥陀佛，要不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我们怎么会知道啊？不可能知道啊。啊，通过他的赞叹给我们讲弥陀经，讲观无量寿佛经，讲无量寿经，我们才明白了啊。所以说赞叹多重要啊。那么因为这些祝福赞叹，这些人相信了，这些人发愿求生极乐世界，通通是这一些祝福赞叹所成就的啊。介绍人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回过头来对介绍人感恩戴德啊，这是理所当然。我们看第十七愿啊，这也是善导大师称为四十八愿当中最真实的五大愿啊，这是第四大愿啊。第一，必成正觉，那语气多肯定啊。第二，光明无量。第三，寿命无量。第四，诸佛称赞。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这个一章就是一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有名第十七啊，四十八愿的第十七愿，祝福称叹愿，称扬，叹呢赞叹。汉译曰：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过于弟子众中，叹我功德国土之善，诸天人民软动之类，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这是汉译本的经文啊，无一本的经文跟这个差不多啊。往昔云，日本经宗的祖师大德啊，他说六八愿中，六八就是四十八啊，四十八愿中，此愿之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若无此愿，何闻十方？要没有这个愿，十方世界谁知道有阿弥陀佛，谁知道有极乐世界？我等今之往生教者，偏此愿根善思念之啊。
我们对这一愿要顶礼啊，要感恩呐、啊！啊，为什么？人真信了，他这一生成佛去了。那你要是批评，让粗信的人改变信仰，对这个产生怀疑，你就把他这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的机会给断掉了。这叫断人发生慧命啊！断人发生慧命的罪，比杀生的罪，比杀他生命的罪还要重。那杀人生命是堕地狱啊，那断发生慧命一定堕无间地狱，将来地狱罪报完了之后，再得到人生呢，生生世世愚痴不闻经法，这罪太重了啊！那么你就晓得，反过来随喜赞叹这个功德多大，不但成就别人，将来自己成就，这些都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这是念老所说的往昔的意思，是若无此愿，则我等身在娑婆秽土六道轮回里头，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名字。那彼土教主就是阿弥陀佛，佛刹名字是极乐世界，彼佛彼土圣妙功德清净庄严，若未曾闻，又何有发起求生彼土的深愿？这真是关键所在之处。所以古德常给我们说，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那他已经行在正道了啊，你也把它改造了，你让它走入误区了，这个责任背不起。啊，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是有此愿之力。这真的，我们现在能听到这个地球上，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啊，这一千多年来，自从慧远大师这汉朝佛法传到中国啊，圆公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123个人求生极乐世界，故国往生。员工自己往生的时候告诉大众啊，极乐世界在这个之前见过三次，定中见到的啊，念佛打坐入定的时候三次见到，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这也是第四次佛来戒严啊，他要往生，而且看到连续在他之前往生的同学统统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引啊，而且他还能指出哪一个人名字都叫得出来，这是给我们做正传的。我们读这些典籍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把它当作故事看就错了。啊，他们都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啊，从圆公一直到今天，每一个朝代多少人念佛往生，
哪一个宗派都没有净土殊胜。为什么？净土容易啊，净土主张待业往生，其他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待业，没有待业的，一定要自己断烦恼，提升自己境界啊！你烦恼习气断不掉，你提不上去啊！这个法门不需要，只要相信，只要想去，而愿就是我想去，你看多简单啊！有真心，有切愿啊，那下面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着重在专字，不能杂。啊，海贤老和尚又被我们遇到了。啊，他老人家把一向专念表演的淋漓尽致。啊，告诉我们像他那样就成功了。啊，实际上他念佛往生早就成功了。我深深相信，他20岁开始念佛，顶多25岁，他功夫成片。换一句话说，他如果寿命不要了，他就能往生。啊，能往生而不往生，他是个特别的例子，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来给我们做正传，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世间遇到这些困难，阿弥陀佛知道啊，早就知道啊。啊，反对慧济本，啊，反对黄念老的注解，反对我们依这个本子修行，而且反对人的多，反对时间之长，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真的遇到了大灾难了。啊，还好啊，我相信老师，我的信心从这来的。这个法本是老师给我的，传给我的。老师决定不会害我。我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我还是依教奉行。那别人都不修，我还是依照这个法门修。啊，为什么？我感恩老师。啊，所以我能坚持。啊，那么这些这么多的人，那个时候有很多，还有在杂志报纸上啊，有些单张的印出来的这些传单一样的，有人送给我，我在澳洲，我全部把它送在韦陀菩萨脚底下，啊，把韦陀菩萨请把东西通通让他韦陀菩萨踩在脚底下，韦陀菩萨去处理，我就不管了。啊，我还没有想到，阿弥陀佛早就知道。派海贤老和尚啊，一直到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成就了啊，老和尚看到了阿弥陀佛接到我身啊，大概也跟他约定了，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啊，所以老和尚看到这本书是无量欢喜，如获至宝啊！啊，拿在手上，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的，这才头一遭啊！没想到照这张照片，3天之后就走了。他就是等这本书啊，这本书前面讲的给我们作证。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戒引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前面是证明这个根本疑惑，后面就是针对我们这次遇到的灾难
啊，证明下联句汇集本是真经，不可以怀疑。啊，字字句句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啊，这是这一次汇集好处。啊，他自己非常谨慎，汇集成功之后又校订了十次。啊，怕人找他麻烦。啊，一定做到尽善尽美。啊，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个经，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啊，去找经文。83部经论。啊，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是193种。这些典籍里面把它抄下来注解，正知正解。所以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妙不可言的。啊，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这批人啊，这个10几20年来依照这个法门修行没错。啊，依照这个法门修行，在这些年当中往生的人我听过，我也见过，瑞相稀有，哪里是骗人的呢？啊，仙公老和尚给我们这一表法，我们的信心就回头来了。啊，不再像以前摇摆不定了，半信半疑。啊，现在死心塌地。那么这些人回头的人，将来个个都往生不退成佛，这功德多大。啊，又何况还附带的海庆老和尚，啊，还有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更不可思议。啊，在家念佛的女众啊，他往生的时候，那时候很困难。海贤老人找一次，一副棺材都找不到。啊，所以只有用布板简单定一个棺材，把他母亲下葬。啊，他是孝子，总觉得心里有愧，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转了，啊，他就想树碑改葬。啊，把坟墓挖开，棺材也打开，人没有了。啊，棺材里头只有钉棺材那个钉子，几颗钉子而已，人到哪去了？没人知道。啊，中国古时候有个例子，大摩祖师原籍也是被人下葬了。啊，可是过几个月之后，有些家乡人从现在的新疆，那是西域，回到南方，告诉大家他们在新疆看到大摩祖师。啊，大摩祖师挑了一个棍子，上面挂了一只草鞋。啊，他是大赤脚，大家不相信啊。他往生好几个月了，都下葬，怎么会你们遇到？啊，把棺材坟打开，棺材一打开，里面一只草鞋。啊，跟他们所说的信息完全一样。那什么菩萨化身呐，不是凡人呐。啊，所以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尸体不见，啊，大家认为可能的是菩萨化身。啊，给在家
女众做个好榜样啊，跟人家走得多潇洒，86岁说走就走了啊，都是预知时知。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特别留意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啊，坚固的愿心，我们要跟进的，这才叫究竟了脱啊，别的全是假的。84000法门，度84000种不同根性的众生，不是普度啊，念佛法门是普度啊，无论什么法门，通通得度了，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切门就是这一门，这个要懂得啊，这个不懂啊，你的佛就白学了啊，所以对一切法门尊敬，就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啊，善财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怎么知道？第一个善知识教他的，第一个什么？先入为主。中国人有这个意识，印度人也一样，先入为主啊！啊，德云比丘，四摄华严叫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啊。这第一个方问啊，他是修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当中51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法门啊，代表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中国人分代表所有法门。那最后一个法门呢，第53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一头一尾我们就明了了，善财童子是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了大方光佛华严啊！我也是看懂的这个地方，我们华严经放弃了啊，专修净土啊，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很难得了，我希望将来有年轻人接着讲下去啊，能有一部完整的华严法华这大经大论留给后世啊，我们自己年岁大了，时间不够用啊，不是不喜欢的，非常喜爱，但是那不是一生成就的，一生不可能成就，回到念佛决定成就啊！我们要走有把握的路子，没有把握的是冒险的路子，我们不能走啊！没有那个本钱，有无量寿可以，咱们有无量寿啊，所以要走近路，要走直路。那么这一愿也就提醒互相赞叹是多么重要啊，法门多好，要赞叹啊，不能比，我比你高，你比我高，凡是比都是堕地狱。为什么？回谤法门，那个法门是佛说的，你要回谤他的时候是回谤佛法，回谤佛法的必堕无间地狱，这个要知道。不但佛门不同法门的时候要互相赞叹，对其他宗教
也要互相赞叹。为什么？世界才会有和平。如果这个宗教说我的高你的低，我要把你消灭掉，这个世界上是永远离不开灾难啊！你们要是批评的话，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我们希望宗教都能和睦相处啊！宗教能和睦相处，为什么同一个宗教里头派别不能和睦相处啊？我们过去在跟大家在一起学过三学兴衰啊，这个三学就是中国佛教。那三学第一个是律，第二个是禅，第三个是教啊。律就是律宗啊，是佛教入门初学的守规矩啊。第二个呢是禅，禅是修定啊，修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归清净心，我们无量寿经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戒的目的是清净心，你要是到处跟人攀比，你的清净心何在？本身就把戒律破光了啊！那个戒不但是不爱学，学戒还造罪业，没有功德造罪业，这个不能不知道了。那禅呢是修定啊，教呢是修慧，就是戒定慧三学啊。随着教里面啊，包括大乘教、小乘教、显教、密教啊，教就用一个觉字做代表。你看清净平等就啊，禅要得平等心，禅成就了；戒要得清净心啊，心清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真菩萨。有分别执着不行的、凡夫啊。啊，这个基本的道理啊，不能不懂啊。所以律禅教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你批评哪个都是批评释迦牟尼佛啊，批评这个支派里面的祖师大德，批评这个里面所有的修行人，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要知道是因缘啊，是佛所说的。那么世界上各个宗不同的宗教，不同宗教通通是自信流出来的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里面包括宗教啊，是一体的，一体就不能分啊。就像我们人身体啊，身体是一个，里面器官很多啊，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所思啊，互相合作。如果他们打架去了，我再不赞叹，我回报他，这人不就完蛋了，死路一条啊。啊，每一个甚至于讲到每一个细胞功能都是平等的啊，你这个人才健康啊，啊才幸福啊。啊，如果各个器官都独立了啊，都增胜了，都斗争了，这个人就是必死无疑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何为贵呀、啊、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啊？为什么要斗争啊？斗争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社会大众所以受影响更大。影响什么？社会大众对宗教不信任啊，都不是好东西。你看他们自己互相斗争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只有赞叹没有回报，别人回报我，我赞叹他啊，决定不可以回报。为什么？我们不能报复，不能报法，
不能帮祖师大德啊，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古人根性不相同，佛应机说法，说出无量法门啊。这无量法门里面就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